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神知识，大家好早啊！咱就讲解这个易经风水在身位的部分啦。利用这一时间来简单甲各位解说这神。前几天所解释的、所讲的，拢是在神。事实啊，神在每一个家中，不是只为着财，大部分都是为着平安。但是啊，平安不离财，财不离平安。若是一个家庭啊，非常的未平安，那么伊要存钱、趁钱的机会呢，可能爱拍一个折扣。在台湾啊，这个神多神的国家，所以各种神应化实现在世间，进入每一个人的家庭之中，甲各位家庭啊生活在做伙，下甲各位共同的生存生活。那么，咱按这个神啊，到底是爱大神还是小神呢？这无重要，咱安小心嘛发大财是有够济。那么咱安小心上少是啥呢？托你讲千岁王爷公啊，迄算真是地方神。但是这咱呐叫地方神伊精神呢，咱呐用于日常生活中，人甲人的中间的斗阵啊，我相信。那么就发大财，只要大家要按托你讲，给托你讲满街是，托你讲啊，满地方，地方的拢也是全托你讲，大庙小庙真济，可见托你讲啊，哈应化伫咱的家庭伫世间，也谦卑心，哈也仁慈的心，而且无可能是善也好呀。尤其咱生活较困难，咱较无真侪钱的人，无多雕一个真水的金身的人，咱伫咱的托你讲，伫咱的家庭，伊嘛伫帮忙咱。你看伊这心有够慈悲啊！我看过一间口罩，啊，伊存无钱，上艰苦上惨的是啊，伊的老爸，好，伊就摕一个红纸过年，讲我上惨。一支笔，囡仔读个笔有；一罐墨水，囡仔读册的墨水；红纸，过年就便便。吼、哦，伊就是福德正神神位，福德正神神位，伊就甲打起来啦，打去伊的厅的壁顶。阿香公啊，厝无钱，迄个吼。提供啊，提来做包咧，哈、哦，阿都阿安去，那么垃圾就擦咧，开始摆。伊讲托你讲啊，我是世间上无钱的人，但是我是上有这个自卑感的人，自卑感哦，因为无钱有自卑感嘛，我是上有自卑感的人。好、哦，若是讲我今甲你安心托你讲，你有啥？你有灵？先家里头，你在来阮家华做客，哈！我阮厝有啥，我来拜啥。以后阮厝有啥，我来拜啥。早暗一支清香，家你拜，好，你也欢喜者，你在来阮家，互我拜，做我家神。那么这位先生啊，就安起来拜拜，讲了了，真诚心，再时起来，照常动三日，拜拜动三日。
惊死你，因为伊是咱一般参政的人，毋是咱佛教徒，有即个大礼拜、小礼拜伊无。行三个礼拜拜，行三个礼，清茶换一下，烧茶换一下。开始家庭呢，整个呢环境改善，每个人渐渐平安。哈，囡仔开始渐渐有出脱，人家牵绳，上台先牵绳去刷脚场做师傅头，然后呢，直直做直直做，人可处理呢，啊，家己就出来做一大刷脚场。生意也真好，遐囝大家一日一日一日进步起来。那么这位老先生啊，伊就讲，托你讲，我过去是真正自卑的人，好，但是我以后会做谦卑的人，谦卑什么人？谦虚。所以一拄着人，就头仔就先动三下哩，吼，拢先一个感恩。伊心内讲，甲嘴内想讲，托你讲自卑。我今日要来做啥？所以各位啊，咱拜神，唔是讲我什么土地公就爱什么金身。土地公活在咱的心中，活在咱脑海内，活在咱的家庭。所以福德精神啊，啊，伊的慈悲、伊的伟大，建立在咱生活之中，跟咱斗阵。若是咱啊有一个谦卑心，有一个努力的心。诚心，伊无在咱欠咱讲用三个拜，伊无欠咱讲爱生理，绝对无。伊所需要的，咱一个谦卑的心。因为托你讲，哈，伊是三皇五帝的后土真君啊，后土真君，三皇五帝，看偌早讲，比咱加几啊千年，四五千年来啊，哈。那么这么久这么久的一个后土真君，那么伊会当在这个时代，哈，人类时代，伊就真正谦卑，哈，来到每个家庭，帮助咱平安。那么咱看到土地公，咱爱学伊的精神，学习福德精神，伊的慈悲心，无论是王侯将相、凡夫走卒，伊拢是实现应化。在帮助因家庭平安，我国会当丰收、六畜兴旺啊！各位是丰盛知识，咱爱学习福德精神的精神，润人慈的心、慈悲的心、谦卑的心啊！虽然伊是小神，咱嘛一定会发大财。这个道理啊，各位不妨冷冷静静，哈，咱家想看嘛来。早暗起来，看到土地公香点啊，甲拜，行三个礼。经过土地公庙啊，咱甲拜，甲行三个礼。咱以一个谦卑的心，我相信啊，咱每个人家家户户自今以后会平安顺遂。今日课程到这就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方神知识，啊，咱今日咧要来讲解啊，易经风水命命观。咱顶节讲到家家福德精神，土地公在大街小巷，哈、啊，王侯将相、凡夫走卒的家中，哈、啊，那么今日这节咧。继续过来讲解，咱家家观世音嘛，家家都平安，家家都赚钱。啊，咱就使看咱台湾啊，也是大陆家中诶，观音妈擦啦，吼佛祖擦啦，面顶拢是画着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天上圣母，啊，过来咧，司命真君、赵君，过来着土地公。那么这几尊呢，离咱上近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。好，观世音菩萨伊的慈悲啊，伊有三十二应化身。啊，若是某某人爱伊，什么来度者，伊就应化，什么身份来度伊。什么人已经落海了，伊就应化，
无什么身份落海来度伊，来救伊。故伊十方甚至说，咱大家拢知影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无毋对。观世音菩萨伊是慈悲，啥都慈咧。咱众生有苦，咱香点的是合掌的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啦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我今日都有啥物代志有困难，哈、啊，有病有灾厄，有欠钱，有创啥事业袂顺心，阮囝无乖，等等的你一直甲求。你头念到尾，所有袂顺心的，伫咱兜拢念到尾的时啊，观世音菩萨伊嘛笑笑啊，伊嘛是甲咱接应，甲咱捡起。咱的艰苦，伊嘛甲咱捡起了，伊袂一就安尼来甲咱放咱而去啊。然后是非与众生，将这功名幸福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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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甲咱套。所以可见呢，观世音菩萨也慈悲的伟大。回想在民国71年，我病上严重的时，哈、啊，因为我厝的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哈、啊，土地公，哈、啊，甲万户千岁。迄当时我身体上歹的时啊，身体上歹咧，拜到尾咧气烦，拜到尾安尼身体嘛遮歹，哈、啊，到尾气着咧，甲摸起来落去肚仔底，三顿不落。啊，嘛是照常直直歹咧，药剂直直补，药我食都食无效。那么我有一天经过朋友介绍，到新营中山大禅寺啊，啊，台湾祖师啊，诶，祖师爷的庙啊，去遐咧，拄啊来遐着坐咧，是真艰苦坐的是。观世音菩萨借着释老师的金口来开金口，啊，首先咧。伊甲讲，救人不如救家己，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。你无病，转去。啊，叫我讲一礼拜后才过来。当时啊，我忍耐一礼拜后才过来。才体会着观世菩萨讲，咱伫世间救人，逐项要救人，不如救家己，不如救家己，爱家己拍拼，家己努力做善事。好，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，救真真正正家己是啥人？咱观音的心啊，观音的心，大家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心。咱是安那无找到这仁慈的心，家己苦苦求，我家己就足歹势。求真正家己啥仁慈的心，大家都有真正家己，拢有仁慈的心。佫算来啦，伊甲讲，你啊，哈，这金尊菩萨金尊，啊也无害你。你甲摕拄仔块关关起要创啥呢？竟然佫摕出来拜，吼、哦！我惊一个，我你也无去阮兜哪会知？伊讲你要来以前，伊已经去厝去洗过啊。哦，所以啊，伊甲开始啊，了以后我甲你真正忏悔，咱拢重一个求字，毋知咧求真正家己，求仁慈的心。所以我全拢甲请请起来，土地公啥，哈、啊，观世音菩萨啦，万千岁啊，拢甲请请，搁重新拜。万千岁就拢往前落到几国仙师，会道顺，会干呐顺，哈、啊，就顺便大道的一件成道的。那么我重新请出来，重新拜咧，甲重新忏悔。那么开始早晚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认真念佛，将这个佛诶，甲牵我心肝内，观世音菩萨牵我心肝内，行到倒位就提到倒位，行到倒位就念到倒位。那么在迄中间呢，我病上严重的时，好好反省，忏悔，过去的唔对，啊，而且呢，好好家己忏悔以后呢，诶，发落仁慈的心。哈、啊，咱事事行行，卖去甲人去怨妒，卖恨人，卖怨妒人，卖白贴人，卖讲人是非，哈、啊，不要跟着抹黑。那么一面念佛啊，我的病拄拄3个月外，我的病全好起来。啊，真正感谢哈、啊，咱的中山禅师啊，台湾祖师爷，好甲啊谢老师、谢妈妈嘞，好甲诸菩萨圣贤啊，甲我的救度。一起因，
那么我今日有这个因缘，有这个机会来讲解这样的一经风水的妙法，还嘛是真济拢是本着祖师教我传授传教，观世音菩萨的传教，给我的精神，给我的力量。今日我毋是金钱上真好个人，但是我在精神上是真正富裕的人，我这是上宝贵，我心真安详。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，哈！我在努力在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心。我希望咱大家家家户户啦，咱会当学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心、仁慈的心。那安尼呢？咱无论做生意，无论呢，咱在伫厝，在平常时上班，还是做工嘛好，做田嘛好，我相信呢，咱每个人的家中呢，一定会变。渐渐平安，家内渐渐圆满，一祥和。哈，这就是我本人所体悟的、所印证的道。今日呢，借这因缘呐，讲解出来，予大家知影讲，咱拜观世音菩萨，嘛是发财，嘛是会平安。平安就是钱，哈，平安就是、有平安就有钱，无平安无一定有钱。所以各位啊，咱爱求平安，大家多多来做善事，多慈悲心。今日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。为十方善知识，大家好早，好，咱早起。啊，要阁回归在讲解神明听的位，好，咱过去十偌节来了。拢在讲解神，神究竟是啥？神明到底在哪里？咱这认识啊，正确认识以后咧，咱对神的尊敬、的崇拜、敬仰，我相信咧，各位会继续顺势的，以后要拜会较入心。在无形上咧，神听的位置。好，神明的位置在哪里呢？过去所讲在藏在咱的心内，咱行到多伊就较多伊，咱行路伫正路，咱的神位客位就对啊。咱若行邪路，咱的神位你任意藏到多伊都唔对。好，这是以前所讲各位讲解。咱今日要讲神明听，神明的位置究竟伫多伊才对呢？我去看真侪信徒的厝，别个一个土地公位咧，搬四五位，壁顶拢搭甲呢，原来土地公的位。我看你土地公有位带甲无位，一个插头啊，摸甲无位去。你干呐中着这个插头啊？中插头啊？你中这个位咧？你无计较你的心内到底是不是对啊？唔对？对神的尊敬慢无？干一心一意的，我都一只对，什么命才对？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要有正确观念，神明听的位啊，第一爱安静，爱安静的所在。第二个，咱唔通伤烦恼。有个人，我住四楼五楼的时啊，你个安详观念，你神明听爱看风景，错过去啊。你神听你伤烦啊，你。眼睛啊，头向向，尾啊变大灯；眼睛啊，头大尾细，好好逐天去你一天巡三抓，去你伫点香拜拜。到一站啊呢，就开始一天去你一届；过一站啊呢，啊就开始咧，啊三天一届，过了一礼拜一届，过了一个月一届，干脆一年去你一届。咱拜神无虔诚的心，就做啥？造成咱一种贫惰惊吓，所以咱是明听咧，离咱生活愈近愈好。哪说一二三四楼咧，离一楼、二楼，安尼就真好啊。咱唔通伤悬。我化解一个信徒，这个是明听咧，你伤悬啦，到尾啊，面顶卡车电图师。我甲建议讲，你不如去去烧迄个香吼，烧那香一届一个月。你甲调调一个月，你就生东东去哩。因为老师有影咯，
我嘿，无你办怎起啊？无香烟。这几点呢，都看得出讲，咱伫身位啊，神明厅神明的位置啊，离咱生活愈近，咱愈有一个敬感，一个反省的心。啊，咱都看得透你讲，伊就是谦卑的心，谦卑的心。咱今日出门，咱爱谦卑；在家内爱谦卑。无分大小，拢是爱甲斗相共。所以，咱拜托你讲，早暗出门，咱倒来看，爱看到托你讲，我就想讲啊，我今有谦卑的心无？有仁慈的心无？有礼让的心无？做有够无？那有咧，我今日安心啊，心安了，我今日好困啊咯。那明仔早起咧，咱起来，咱就看到托你讲啊，甲托你讲讲，互我力量，互我信心。华智慧，我今要做啥？让我有信心、力量、智慧，我谦卑心也发露出来。我相信各位，咱今日嘛是光明、幸福的一日呢。所以咱身位的位置啊，除了讲伫二人、二女跟你以外咧，咱坐位啊后壁唔通坐便所，莫靠伫便所边。咱靠你便所咧，家内较袂平安。若是你要靠，你后壁甲隔一个啥一寸一尺外，尺外一空诶，你才要安坐，家内较平安。这一个原则，真侪人咧后壁神明厅，靠你便所，尤其佫靠你马桶，家内又敢那也袂离。好，因为啥呐？咱拜神的是咱的精神意念，走后壁是便所。咱面上咧传承咱脑海内，咧个传承咱心，吼，传承五脏六腑，自然家内人人未平安。那么神明位咧，咱猜咧，咱坐诶位置啊，无一定讲哦，我什么命，你诶什么命，还伫摆什么位，错过去啊，毋是安尼，吼，我神明位毋是哦，我什么姓杨诶命，都未有带多伊。因为神的名比人较大，咱的名咧小小啊，神的名根本都包乌云虚空，哪有差啊？你去做呢？所以神明厅的位置啊，咱都唔通讲哦，爱什么名？真侪人为了讲，为了伊什么八字命是什么名，所以神明厅去安的面顶都人变数，化粪，这个叫做易经啊，变数利利落落，安了以后咧。好，含祖先安了以后咧，规家伙咧头痛，头晕目暗，哈呕吐，哈耳仔隆隆叫，头壳啰啰，哈心肝扑扑菜。那么有一天走来问，讲老师啊是安那？我厝的神明厅哪安呢？安了了人身体真无好。我讲你是不是安了面顶人的便所？哎呦是啊，我公务的面顶人的便所，哦啊这便所现在的。人个便所是落落叫嘞，莫怪我祖先安伫啊，我袂安宁；哈，身位安伫啊，我袂安宁。我你是安，人都先生讲讲我八字命爱伫迄个方位才会合，我胡说八道。身位的位爱清净安宁的所在，即是正位。若是啊，咱一味都计较讲哦，你是什么命，爱下啥向，爱下伫倒位，即清净万卡会出大错误。故意爱了解，咱安神的原则咧，我阿只阿只真侪主，吼，故意啊，恁若爱咧，用来请，吼，希望故意啊，咱今日即节咧来讲解神明厅，我会用几啊点钟的时间呐，几啊节的时间呐，甲故意详细来解释，希望家家户户咧安神拜神，会当得到平安，得到心灵安宁，搁一得到家内丰幸福。光明，今日课程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